位 3D 晕的朋友，赶快闭上你的眼睛。过去的经典之作，像是《毁灭战士》《毁灭公爵》等等，如果保持他们的 3D 画面，并加上现代画面特效的话，游戏会变得如何呢？由曾经参与《毁灭战士》《德军总部》和《决胜时刻：黑色行动》制作的两位成员，拥有25年开发射击游戏经验的他们，全力打造的最新作品《普罗秋斯 Produce》。就要带你一起来怀旧一下，运用了现代技术来打造过往风格的游戏内容，快节奏的 Produce 坚持高品质的 3D 复古美学，在杀向地狱大战恶魔的过程中，配上夸张的光影效果、怪物肢解系统和大量的番茄酱，爽度看起来一点都不输给 3A 大作呢。同时游戏还有不少致敬毁灭战士的内容，像是用拳头敲恶魔，或是大量的隐藏房间。喜欢毁灭战士的粉丝们，是不是对这款游戏越来越有兴趣了呢？